月字旁，先写这个撇，应该是竖撇，要相对说要直一点，横要细，不可以宽。里面两横尽量向上靠，叫做上面的间距小一点，下面间距大一点，上紧下松，外形不可写得太宽，稍窄一点，横一横要平衡等距。夫撇到末端的时候，可以向左撇出去，首先要稍微直一点，提笔稍钝粗一点，横要细而短，钝笔向下要稍微细一点，到勾的地方再稍微粗，勾应注意内圆外方，这角在笔画中间，两横的话连左边的撇不要连入右边的竖，也就是连左不连右，把右边有一个空更透气，横要短一点，这两个横都不要太长，在这两横要有这个长短的变化，上短下长，撇应该是竖撇，高起笔两下，捺笔起笔要靠上，由细到粗顿一下出去，要有跟它一收一放，这边要有注意错位，上边也要错位，撇应该写在横画的中间偏左一点点，周字旁撇不要写得太长，竖撇，对，这个横要细要短一点，不要写得太宽，勾内圆外方，笔画这个角在笔画的中间，点横变成提啊，可以不出头，再写个点，把这三个笔画叫它挨得紧凑一点，下面你的空的间距要大一点，也是上紧下松，整体这个字应该是瘦一点窄一点，这个提左边放伸出去，右边要收行，行字撇写完注意看下面这个撇的起笔，要挡住第一撇，不能让这个撇跑到外面去，上部位置基本是齐平的，横要短，要左低右高，不要相平的，下面这个应该是直的，不应该有弧形，这个撇要注意避让，要写成竖撇，横要短，向左下方到末端顿一下勾上去，粗中间稍微细，勾的时候再粗，内圆外方，下面要有错位。